丢丢是弟弟，皮皮也是弟弟，你看我家那个肥猫哈尼他也是弟弟。有人说我家阳气太重啊，说我家是什么弟弟之家，也不是。这两天我们在群里聊天说给皮皮找个媳妇，但是这东西啊看缘分。我这两天让我那个犬舍朋友帮我找了，但有没有就是说能不能有看对眼的就看情况吧。如果说缘分有的话，对吧，要养一只，那没有缘分的话，那就把他们两个嘎了。也不着急，还早呢，皮皮才6个月，后续我朋友那边有什么进展的话我再跟你们说。